谢谢尹子里老师，我觉得很丰富哈，特别告诉我们那个不光是台湾，不是大陆那边，其实影响就差不多，就是那个社会的发展啊，还有社会的一些新的宿舍新的习惯。疫情是一个机会，也是带来了一些头痛啊，但是中间就是要服从啊，对话的重要性跟啊我们对天主的想象是怎么样？很多这种问题其实也是从下一位啊周美妙老师的内容可能得到，因为在堂区的这种培养小孩子啊，也是会面对刚刚讲的问题，也是跟很大的关系，所以欢迎周美妙老师。非常感谢主办单位非常的贴心，特别搬了一个很稳的一个凳子垫子讲台，对，他怕我的身高一站大家看不到我。好，谢谢。好，那我现在就是要从堂区主日学经验中来分享怎么样来凝聚家庭的信仰传承，还有牧灵的实际方式，在我们本堂主日学我们所做的。好，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目前主日学的一个概况哈。我们总共有九个班级，我们分龄来教学。那老师就是每一个班级的老师大概有两个到三个哈，那我们还有其他有八个组，所以我们在主日学是采分工合作的一个方式。那目前学生报名人数大概有104人，我们服务的老师有42个人啊。那我们堂区主日学的特色呢，我们有主日学家庭弥撒、儿童弥撒，我们本堂主日有舞台弥撒，其中在我们是负责礼拜天主日的10点的弥撒，好，是儿童弥撒。那我们的孩子哈，有些孩子会说，在儿童弥撒神父讲的道理我听得懂呢，好，这是孩子的心声哈，他在儿童弥撒里面，哎，神父讲的道理他听得懂哈。那我们的正神父是我们儿童弥撒的主要来主理的神父哈，真的很感谢。好，再来，刚刚我有讲了，我们有九个班级哈，从3岁到14岁，我们分班分龄来上课。那特色里面还有一个我们圣体班，就是3年级的孩子，那3、4、5、6年级，假如他来的时候已经是4年级了，我们跟家长沟通有这个初领圣体的渴望的话，我们通通是在圣体班，然后我们会用一年的时间来为孩子准备初领圣体圣事的这个准备。再来，我们还有一个监证班哈，监证班我们就是国中的7、8年级，我们用2年的时间来帮助孩子准备领受监证圣事。好，在我们本堂特色里面还有一个我们主日学老师除了因为工作关系或是因为家庭因素关系都很愿意继续的留下来服务，所以现在在我们主日学里面的老师服务有20几年，有10几年，也有7、8年或5、6年的，好，这是一个很感恩的一个恩宠吧，嘿，对，好，那孩子们很喜欢来主日学，哈，那我们暑假的时候会放的比较长。学校开学之后，我开学之后1周或2周，我们才会开学。尤其在疫情期间，希望孩子回到学校，家长跟孩子都慢慢适应要回去团体的那个心灵状态，我们才开学。可是就会遇到有家长有孩子会来问老师说：“老师，什么时候主日学要开学？”
有这种情况出现，也让我们觉得很感恩、很可爱的一个状态哈。好，在我们古亭耶稣圣心堂的主日学老师，我们主日学老师们是一群很幸福的老师，而且是很喜乐的、很感恩的，而且除了这样子，我们也很牺牲的，因为我们就是每个礼拜只要主日学有课程，我们一定要来。虽然我们一个班级有两位到三位老师，不过我们都要出席，而不是说今天另外一位老师上课，我就可以不用来。我们一定要，这是我们本堂对主日学老师的一个要求，这样子才有团体共荣感。团体共荣感，对 ，OK， 好。然后在主日学当老师也是挑战的，因为我们所知道的道理其实来说我们非常的有限，对，所以我们也都会接受神父的教案督导，我们都要自己备课，很认真的来备课，也很受到挑战。不过在挑战当中，我们也靠着天主，我们也 一点一滴的在进步。好，那培训主日学老师，这是我们花很多时间我们所做的。我们怎么培训，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们会从灵修、培育还有共荣这三方面去着重，尤其是在灵修方面，我们有毕竟因意识省察、圣言颂导、默观等等的。那毕竟我们老师会有试训期跟江陵期的毕竟，还有暑假我们会有两夜三天的一个毕竟哈。那我们毕竟除了我们本堂神父假如在时间上允许会带领我们，我们有会跟台北教区的教理推广中心合作哈，王修女、高修女也会去帮助我们，或是我们跟伊纳爵灵修中心合作。好，所以现在只靠一个本堂，能力跟时间、人力都是有限的，我们都需要采分工合作，好，跨单位的去互相合作这样子。那在培育方面呢，也是我们 很投入很多的，也是跟教理推广中心好一起合作哈。然后培育方面，刚刚我有讲过，我们老师要备课，要准备，把我要准备的，把我班级的学生交托在天主的手中，请求圣神帮助我来准备这样的课程。所以当我在备课的时候，不是我一个人在努力，而是圣神跟着我一起来备课的。我想着我的孩子，我班上的孩子这样子，可是跟天主一起合作的。那我们写完教案出来之后，跟神父约时间，约教案督导的时间这样子。当然刚开始老师是有挑战的，也会有压力，不过经过教案督导之后，老师的感受刚开始可能也会有一点挫折，可是渐渐的会感受到有一个踏实感，有一个踏实感，我这样子经过教案督导，我可以比较融会贯通，可以把天主的道理教导给孩子。对，再来除了灵修培育之外，也要有老师合作的成员里面要有共融，所以我们会在学期末的时候会有老师跟眷属的谢师宴。为什么我这里也会写眷属？老师可以在主日学服务， 是需要家人的支持，没有家人的支持，老师没有办法无后顾之忧的在主日学服务，而且是每个礼拜，这是不容易的，不是那么容易，是需要家人的支持，我们要非常的感谢家人的支持。对，所以家人也是我们主日学老师的团队之一，这是我们非常感恩跟在意的。还有我们会办老师跟眷属的一日游，那就是
这也给我们增加一点轻松共融的一个好机会。还有我们会有期初期末会议，哈，这都是彼此交流的一个机会。那接着下来呢，我刚刚有跟大家报告了，我们总共有老师有八个组，然后班级有九个班，我们都采分工合作。那要分工合作的先决条件，一定要有灵修跟培育为基础，然后再加入共融，这样的三个条件之下，我们的分工合作就可以水到渠成。大家的分工合作是来自于那一种使命感，为团体，而不是只在于我要为天主工作，只在于我的想法这一部分而已。好，在这样子的一个培训的当中，老师就具备了有聆听、同理、耐心以及接纳、欣赏还有鼓励孩子的这一个态度，跟孩子是同行同在的，这个孩子都感受得到，你是来教导他而已，还是你跟他同行同在，这为孩子来讲他感受得很清楚，而且为孩子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再来，为什么我们要投入心力来培育老师？对，因为唯有在灵修培育和共融中，老师他亲自感受到了跟天主相遇，被召教了，被天主召教了，所以我整个的生命会被天主来滋养，所以会有驱动我们的使命感，那我的生命的活力及服务的态度就慢慢在转化了，在转化。虽然有压力，可是不是存在压力中，而是在压力中转为喜乐跟分享，积极还有正向温暖的一个态度。因为我是跟被这召教，天主跟我同行，而不是靠我个人的力量来为天主服务。对，所以我们是以生命服务生命的一个态度。好，虽然这么好的一个状况，那我们有没有困境？我们也碰到很大的一个困境啊、我们负责我们本堂10点的弥撒，常常会在9点50分的时候，我们正堂的人数大概还不到一半，总是在最后的那个5分钟，像那个一群人一群一群一起进来，所以弥撒迟到的这一个状态，我们还在努力当中。还有我们学生的出席率只有6-7成，对，刚刚说104个，可是我们每个礼拜来的大概60几个、70几个而已。好、哦，对，那为什么出席率会这样呢？因为发现现在孩子比赛真的很多，很多的比赛，所以请假的几率非常的高。补习，尤其要考试之前，补习，还有一个家长非常的忙，有些孩子心里很难过，说我都没有办法去主日学，因为爸爸妈妈很忙，没有办法带我去。对，好，还有我们也发现到孩子的信仰没有办法在家里落实，老师所教的回到家里，家长太忙碌没有心思，已经身体很疲惫了，没有办法陪伴孩子聆听孩子，所以没有办法在家庭落实。那在家庭的生活里面跟信仰生活是缺乏连结的，是缺乏这个连结的，所以我们的信仰没有办法在家庭落实，没有办法建立家庭教会。所以我们经过牧灵醒思跟分辨，我们想孩子的信仰需要在家里落实，我们的目标可以建立家庭教会，那所以家长
必须同步学习，还有家长的价值观，还有生活秩序的安排，直接影响孩子的信仰。价值观是孩子的补习重要，还是我主日天跟天主约会，我们来参与弥撒重要？也许两样都很重要，可是我怎么把生活秩序怎么去安排，什么是我的优先选择呢？对，那你爸爸妈妈你怎么做，孩子就怎么学习。对，家长常常会跟我说，我很担心我的孩子啊，长大之后就不去教堂了。可是纯担心是没有用的，唯有你现在你以身作则，你带着他，让他看到我是优先选择，是我们主日天去教会，平日我们有家庭祈祷、家庭生活、信仰生活。对，好，再一个就是以信仰为核心，用信仰为核心来凝聚家庭，这是我们省思出来以及分辨，所以我们继续努力在做这一部分。所以也邀请家长，我们第一步邀请家长参与主日学的课程，比如我们有亲子家庭祈祷，亲子朝拜圣体，我们每一学期都会，每一个班级会有这样一堂课，邀请家长跟孩子一起到班级来，我们一起做家庭祈祷。老师会设计多元性的家庭祈祷方式带领他们，我们大概会以那个伊纳爵灵修的意识醒察为主要，但是可以去变化，去变化。对，像我们坚贞班的老师，他也可以用艺术治疗的方式，让孩子跟家长可以从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当中进入信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的一个方式，家长比较不会有压力或是排斥感。对，好，那一起朝拜圣体非常的美，我们三岁的孩子也可以一起朝拜圣体，因着年龄的不同，我们小天使班就三岁到四岁的孩子，他们朝拜圣体的时间只有3到5分钟，当然也有前置的作业啊，然后真正静默在朝拜圣体的时间就只有这样，可是他只要有2分钟、3分钟就已经很美了，有跟天主相遇的这个短短时间就够了，为他就是一个很大的礼物。好，然后我们有户外亲子户外苦路，我们4、5年级这样，这学期4、5年级联合户外苦路，我们兼任班也带到户外去做环保苦路，家长一起参与，那种感觉是真的是一个一起出去朝圣，一起体会耶稣的苦路，当然我们更深的体会到耶稣陪伴我们在走这个逾越的路程。好，那大自然灵修徒步朝圣，我们老师也，我们也跟伊纳爵灵修中心合作，请老师来带我们大自然灵修，来带老师。老师体验到了，他也，可以就是，老师带着家长孩子也出去做大自然灵修。好，我待会会分享那个成果哈，有徒步朝圣这样子。我们也邀请家长一起准备，一起跟孩子准备初领和好圣事、初领圣体圣事，都是需要陪伴的，需要陪伴的。我们在初领圣体的这一年当中，尤其在下学期，我们会做实践善功，我们还会做一个旗帜，当他在基督圣体圣血节初领圣体的时候，他就拿着旗帜跟家长陪伴着他进堂的，告诉大家我学习耶稣，效法耶稣，我要准备好了，我今天要初领圣体了。对，那需要家长一起陪同初领和好圣事的时候，我们神父
邀请家长，要求不是邀请，要求家长也要一起办和好圣事。对，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境界哈。对，好。然后我们捐赠班在捐赠圣事以前，我们会为孩子还有带父母举办一个预备礼，捐赠圣事预备礼哈。然后之后还会有一个座谈会哈。那这样子让带父母跟带子女有机会可以有互动，彼此了解，彼此交流哈。那像在今年就上个礼拜我们有一个学生，他的带母不能来，所以那一天是爸爸陪伴着他的。那一天爸爸分享的时候眼眶是红的，他说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女儿面对面的谈信仰，谈心里的感受，他非常的感动。对，非常的感动。对，我现在突然想起来，我们有一个发现跟特色，现在夫妻一起陪伴孩子来的比例越来越高，尤其我们在小天使班是需要家长陪的，夫妻一起来的很多，甚至只有爸爸妈妈很忙，爸爸陪孩子来的也蛮多的。这可能在教会有看到一点点希望男士的加入哈。对，好。好，那也邀请家长可以同步来成长，来学习。我们每一学年都会有一个家长座谈会，请家长一起来，我们跟他介绍，让他了解我们主日学这一学年要做些什么。我们的目标在我们怎么教学哈，那还有 Q&A 这样子。之后呢，让家长到各班级去，各班级老师会跟家长解说这一学年我们要教些什么，请家长可以怎么配合，怎么样可以让孩子在主日学所学的可以落实到家庭里面去。好 ，OK， 好。还有我们在主日学的孩子上课这一个同一个时间，有家长更新成长团体。好，孩子在上课，让家长也有一个支持团体、分享团体。哈，很感恩耶稣孝女会的修女有来陪伴带领我们的家长。当然，有些家长我邀请他的时候，他说我一个礼拜只有这个时间，孩子上课时间我是可以有独处时间。这个独处时间为我来讲很重要。所以我知道每个人会有阶段性的，虽然我们准备的礼物他现在暂时还没有办法来领，可是他先让他有独处时间，可以滋养自己一下，这样子也有这样子的家长。那在主日学上课同一个时间，我们也开了一个慕道班，让家长不是教友的一方哈，可以在孩子上课的时候他无后顾之忧，可以去慕道。因为现在的家庭，你要让爸爸或妈妈另外再找时间来慕道真的很难，唯有在这样子的孩子在上主日学，他同时在慕道。所以我们也跟福传师们，跟神学院福传师合作。对，他说我们的课都一个半小时，我说稍微做调整一下哈，怎么样把一个小时刚好配合孩子上课的时间，这样子。对，好。那接着我们也恳求家长可以准时的参与弥撒，带着孩子来准时的参与弥撒哈，然后陪同孩子在家里预先来准备主日学家庭弥撒的礼仪服务。我们儿童弥撒的所有的礼仪服务全部都是孩子们来做服务，好，领经、辅祭、读经、答唱咏，还有信友祷词、收奉，全部都是由孩子来，所以有一需要家长陪伴的，
那我们的老师也会在前一两天就打电话到家里，问看读经的过程有没有什么困难呢、啊？嘿，需要老师帮忙吗？这样子哈。好，那再来，我们请家长同步的参与弥撒的时候，不带玩具，让孩子不要带玩具来哈、哦，不玩玩具。对，好，那这样子。全家参与弥撒的准备，我跟家长说，不是来到圣堂才开始，是你在平日，尤其在礼拜六晚上，全家做晚祷的时候，就要开始准备了。我们可以跟天主讲，我明天要去弥撒，要主日学，我渴望不要迟到，我可以准时，所以请天主帮助我，明天可以。就是不要赖床，可以起来这样子。然后我们也教导孩子，你进入圣堂的时候可以怎么做？可以先站定，画十字圣号，然后跟耶稣说：“我来了。”好，跟耶稣报：“我来了。”耶稣看到你好开心哦。对，好，然后很恭敬的鞠躬，然后再慢慢的走到座位，然后准备心灵参与弥撒。好，有一天我看我们有一个二年级的孩子，他匆匆的进来坐下来，好安静，突然间又匆匆的走出去，你们想他要做什么？对，他又到圣堂门口，突然间想到了，哦，我没有这样子做，他又开始，好可爱。对，好，跟大家分享果实哈。我们小天使班的老师带着孩子出去大自然，去户外，说要去找天主。老师问说：“今天有没有找到天主？”有一个三岁孩子说：“有找到天主。”他说：“天主跟你做什么？”他说：“天主帮我烫头发。”他说：“怎么烫？”他把我烫得好热，好热，好热。我想这个经验为他是一辈子的礼物哦。哈、哦，对，好。还有一天，我们天使班的老师有一个请假，我进去班级帮忙。然后那一天老师是教耶稣平息风浪，那孩子画一艘船，然后有耶稣，然后还旁边画一个背包。我问他说：“你背包装什么？”他说：“我装两个救生圈。”我说：“你做什么？”我爸爸妈妈掉下去的时候，我要救他。哈、哦，我听得好感动啊！我说那。美妙老师掉下去，你会不会救我？他跟我讲：“哎呀，天主会救你呀、啊，耶稣会救你呀、啊，对，你要信靠他。”哦，对，他孩子分得很清楚的。哦 ，OK 啊，这也是给我很大的一个礼物哈。还有我们圣体班的孩子哈，他初领圣体的时候。跟老师说，原来耶稣在我内是这么这么的喜乐，我们很难想象那么皮的孩子可以这么深的感觉哈。对，还有我们四年级的孩子，因为爸妈带他们去高雄玩，可是他要求爸爸妈妈礼拜天要从高雄回来主日学弥撒，还有上课，他有渴望，是孩子在带父母。OK， 好。然后我们五年级的孩子跟同学出去游泳比赛，看到同学好紧张，他会说：“我教你画十字圣号，我们的天主会帮助你。”真的哈、哦。还有我们一个很安慰，也是我们觉得很喜乐的，就是从我们主日学毕业的学生，他回来主日学服务，哈、哦。在一起教学，哈，有现在有好几位也有在音乐组服务的，这是主学的一个成果，哈，他们曾经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服务，他们现在回来服务这样。还有我们孩子，很多家长很担心孩子长大不来圣堂，可是你教他小的时候，你陪伴着他。来主学，在家里又有家庭的信仰生活，不用担心。像我们的孩子啊，有长大到加拿大的，冰天雪地，他渴望参与弥撒，他可以冰天雪地走了一个小时的路程，就为了我要参加弥撒。对，
他那个渴望，那个使命渴望是被启发出来的。嘿，还有我们有一个总务老师的孩子，他申请到日本早稻田的学校去读书，哈，他还没有去之前开始找学校附近有没有圣堂，有没有青年的团体，对，这一些都不是平白来的哈。OK， 好，所以我们常常会说，每一个孩子都是天主的宝贝，每个人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好、很美好的一个境况。可是要到这样的境况，是需要家长帮助孩子。在属于他们的团体，我再强调一次，要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同侪互动学习，经验与耶稣相遇，才能烙印在他的心中，可以活出天主创造的宝贝，才能够发展出众位弟兄的这个情怀出来。对，好，所以我们对家长的期许哈。期待家长可以用喜乐的心，用喜乐的心接受天主的邀请，带着孩子来主日学，而不是用命令跟义务式的，是用喜乐的心，而且温柔坚定的陪伴孩子来主日学。因为孩子要叫起床，有时候会有下床气，但是我还是温柔坚定的，因为我们要很喜乐的要来跟天主约会了，让孩子在属于教会的团体，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在这个团体当中学习爱主爱人，也学会感恩合作跟服务。然后我再一次就强调，家长的价值观生活秩序是直接影响孩子的信仰，所以我们除了教育孩子之外，对家长也要同步的培育。对，好，在教宗曾经跟我们分享，就是我感谢天主，因为有许多家庭即使不完美，但他们活在爱内，履行他们的使命，尽管在旅途上不时的跌倒，也继续的奋力迈进。对，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我们周边有这样子的很多这样的家庭。那所以教会发展的奠基是在家庭，那我们深切的感受到家庭需要培育、陪伴、聆听，还有同行。好，今天大家讲到，就本堂需要成立一个团队来陪伴需要的家庭，我非常的支持，因为我们也反省到，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团队。好，所以我们积极朝向教宗呼吁我们的，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活出天主教家庭的价值观，虽然在一个不完美也不时在跌倒中，我们互相来支持，互相来扶持，跟天主合作，聆听天主的渴望，将信仰传承下去，我们一起努力哦。 OK， 好，谢谢。再谢谢宋文亚老师很丰富的一个分享啊。我们也是看到语言有的时候是一个问题啊，需要筹备啊，一个好好的一个培训不是总结下来的，需要人的努力准备，也需要天主，但是也需要我们的合作啊，培训，还有中间是要建立这种家庭教会啊，家庭教会跟堂区的一个合作，互相互动啊。看到他们的那个道理办法丰富啊，很羡慕啊！我要搬到那个堂区去。哈哈哈哈哈！那边很幸福啊，多小孩子拜多个啊，这个很多地方我们在想，那就是一种羡慕他们啊。但是重点就是会有很多博士啊，但有分享了，那边不只是小孩子，也是整个家庭。所以刚刚好我们的时间很好啊，都标准。所以我们现在还有大概十几分钟可以提问题。我们台湾现在普遍有一个现象，就是坐着讲可以吗？就是说台湾现在普遍有一个少子化的现象，有的孩子生的很少，就是一个家庭才一个孩子，有的没有孩子。你们能够有104个孩子，怎么能够找到这么多的孩子？对，因为现在的孩子很少。
真的很感谢天主哈！我刚刚分享里面啊，对，真的有人问我怎么招生，我跟他说我们都没有招生。好，那我想，哎，第一个我们交通蛮方便的，其实属于我们本堂的家庭，真的是个位数，很多都是来自大台北地区的。对，那我自己本身的一个体会是，你把老师培育好了，灵修好了，我们用欣赏的眼光，我们用接纳的眼光，我们用爱孩子的一个方式跟他同行同在，自然孩子会喜欢来，喜欢来家长就没有压力，家长就会找家长，孩子就会找孩子一起来。我们有看到孩子带同学来，家长带朋友来，大部分都是这样。对，所以少子化在我们主日学，我可能不好意思这样讲，好像没有受到影响。对，我可以回应一下，4月8号中华圣母堂有一对夫妇临洗，然后他们的儿子是5岁，那他们知道爸爸妈妈在更新慕道班，然后后来决定要临洗的时候，更新医院的慕道班，然后决定要临洗的时候，这个儿子呢就自己跟爸妈说我也要临洗啊，然后就同一天4月8号晚上就临洗了。后来4月15号我就看到这个爸爸妈妈呢带着儿子呢来弥撒，哦，超高兴的，因为医生真的很忙哦，他们有很多的活动。后来没想到他们就带着孩子来，而且我每次看到这个孩子，我就觉得他怎么特别的这个天使啊，他都，你知道他一进教堂就跪下来，就这样，可以很久哦。然后弥撒当中他可以不吵父母，哦，然后他就乖乖的，父母领圣体，他好像也没有意见，哦，有很多小朋友说你干嘛，我也要啊，哦。后来呢，我就没看到他们来了。然后那天在更新医院的这个教友生活团迎新的时候，我才知道啊，这个他们到古亭耶稣圣经堂去了啊，他们住新店啊，他们家离新店中华圣母堂走路2分钟而已啊，可是他们愿意去到那里，这是跟我刚刚在讲我们委身非常重要，在天主教会我们。把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我们看到前前后后现在42位，之前有多少位的老师，有这个教育推广中心高修女开始，爱生活开始就在这里经营的这个主日学，一直有人接棒，一直有人继续委身，这是成功的案例，而这也是我相信一定有挫折过，可是打死不退，就在这里，我就在这里，我总有一天等到你，你不会有一天到这里来说啊，打烊了，我不会落空。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在堂区的很多的团体需要有的一个态度跟精神。嗯，谢谢。有没有问题？我面我想问一下秋美妙老师啊，因为来台湾一年多，也对古亭堂有一些了解。那么古亭堂在耶稣会的两个堂区里边，在整个台北教区里边是比较优秀的，教友这个基数比较大一些，可能吸引了不同的地方。那么跟耶稣会他们的更新门教院应该是有很大的关系。我在想，就是有这么好的一个主日学的一个系统，那可能是跟耶稣会提供的一些资源有很大的关系。你可以在伊纳里灵修中心，可以在更新门校院，有房子的，有设备的，还有老师，那为台湾地区其他堂区人少资源少房子少，那么为他们来讲，你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因为我走了其他的一些堂区的时候，很多堂区都比较衰败，
用这个词应该不太过。我曾经做过主日天四个人的一个教友的弥撒，是个堂区，而且都是60岁以上的。那为这一些堂区来讲，你们有什么建议？好，谢谢。即使在我们堂区里面，我们班级多，所以我们也有教室不足的一个现象存在哈。然后我觉得一个主日学你要可以就是可以持续下去，很需要本堂神父的支持，除了支持之外，培育老师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唯有培育老师，刚刚我一直提要有灵修跟培育，让老师可以有信心的，可以很踏实的，从在灵修当中与天主相遇，然后他真正的感受到我是被召教，我就使命出来的那个活泉才会出来。你这一个部分就是可以吸引人的，这是一个全人服传的一个方式。除了他可以有信心，也是一个喜乐的，在主日学自然会吸引人来。那场地的部分可能各个堂，我不晓得其他的堂怎么样，我们也是有场地不足的一个现况。嘿，对对，那所以就是需要神父的支持，然后老师的培育。当然我们只有靠本堂神父来培育是不足的，所以我们跟教理推广中心合作，紧拔着他们我要跟他们预约的是，像我们去年暑假，我们所有老师带去教理推广中心再培育，我们用了2个礼拜6的时间，2整天哦，哈，2个礼拜6的时间，对，然后跟资源共享，要合作才合作的方式，我们跟伊娜姐灵修中心合作，对，跟神学院的这一个服传团队合作，我们本堂有2位服传师，对，就才合作的方式。谢谢，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回答到您的问题。是先想回应神父，软体不足才会计较硬体，软体不足才会计较硬体。中华圣母堂盖好了以后，教师之多，可是学生没有坐满，所以软体不足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是不是硬体这边不够，那里不够？我刚刚讲的那个教师的培育，老师的培育，吸引教友愿意上前，愿意委身，如果这些态度都出来了，那些硬体都不在话下，都是可以解决的，真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那个邱老师啊，你们整个演讲的过程，你们的学生好像到7、8年级，那8年级以上的状况，你本堂是怎么发展的？好的，谢谢。我们主日学是从3岁到14岁，就是幼稚园小班到国中8年级，那他领了监证之后，到9年级就到我们的小青年会，好，小青年会，我们的小青年会是从国三到大三，那我们还有一个大青年会，从大四到研究所，甚至这些孩子都是从主日学长大，他们已经习惯主日天就是来，他的朋友在这里，所以有大青年会里面有一些是已经上班族30几岁还是在大青年会，好，我们状况大概是这样子。
关系它可以有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有没有？不好意思，我问一个比较幼稚的问题。我小时候我是马来西亚长大的教友，我们不知道老师有去过吗？六甲圣德勒沙堂，我们有一个我们叫 Sunday School， 其实这个古今圣经堂其实很完整。我们以前在那个堂区，我们很自豪的，在马来西亚应该算是一个很完备的一个主日学啊。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那我以前也在那边上过主日学。后来我十八岁的时候，高中毕业，我也跟着一位修女开始去教一年级的学生啊。那我要说的是，我们那个主日学啊比较严肃，我们还考试啊。那我不知道台湾，我知道大概都没有啊。那我现在慢慢长大，我今年五十岁，我回头看我小学一年级小一到小六，一直到高中，我们都是跟着学校的制度走的，而且是那个教材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其实那时候我们觉得很烦，主日学还要考试。可是我现在回头想，其实那个考试啊，其实有一个吸引力的，因为学生彼此会竞争啊，他有一种，我就说小朋友他是一个学校啊，他平常可能在中学、小学的时候成绩不太好，可是他主日学成绩都很好，那是一个信心的建立啊。我就是被建立这样建立起来的啊。那我想说，不管是我们的生一般的学制跟主日学哈，都能够让我们的人格更健全。那我不知道台湾这方面，你听我这样叙述之后，我不知道老师有什么想法。好，就是这样的回答。好，我来回答一下。我们在早期沐浴财神父的时候，真的你要出领圣体，要一个一个孩子进去考试。对，后来觉察到孩子太害怕了，后来，神父便做一个方式，啊，来谈谈话，谈谈话当中也问一些问题呀，这样子，所以就变化不一样。那我们现在的代理本堂于神父是要处理身体的孩子，会请家长跟孩子一家一家进来谈话，对，一家一家进来谈话，对，重点要听听他们的家庭信仰生活。借这个机会让他们在圣体班所学的要落实在家庭。还有我们圣体班还有一个严格的一个要求，出席率要80%，所以你就会看家长在那边数他这学期可以请假几次。对，是 就是游走在那一个讲。那一直开家长座谈会的时候跟他们说，出席率80%不是一个让你不自由限制，主要在表达整个课程是有连贯性的。孩子在初领圣体、初领很好圣事之间，他真的深深的感受到这个很好圣事是一件礼物，是天主在等待着我回到他的怀抱，回到他的跟前，是一份礼物，对，而不是只有去告罪。对，那初领圣体，你要知道圣体就是耶稣基督，对，是多么珍贵，他用他的生命来滋养我、陪伴我，对，要让孩子深深的感受到，不是只有知道，而是深深的感受到，烙印到他的心里。所以我们会要求出席率80%，对，所以我们在疫情期间，我们没有停课，我们用线上教学。主日学没有停课，线上教学，所以疫情之后回归学校开学了，回来主日学，我们没有太大影响，对，因为主日学一直都持续的，好，辛苦老师了，老师要想出各种吸引的办法，哈，对，对，好，谢谢。好，谢谢，邱明亮老师跟哲理老师很丰富的分享，还有其实最重要就是像那个。杀虫子的比喻啊，要不断的去杀虫子，还有就是要继承啊，不能断了。
要不断的继续陪伴这些老师跟小孩子，谢谢。不好意思，我刚刚的问题让大家缩短了大家休息时间，谢谢三位。现在是休息时间，我们。